MIT 台湾志。上最大的食肉目动物，披着 V 字领黑色大氅，在深山里神出鬼没。台湾黑熊总是带点威猛神秘的气质，只要听说哪座山里有熊，那座山就会带着让人敬畏的凛然面貌。但是在台湾中部一个低调的研究单位，却同时有十只黑熊坐镇，工作人员和他们朝夕相处，照顾他们饮食起居，却发现十只熊有十种个性和数十种吃饭、睡觉、玩耍的怪癖。在工作人员眼里，黑熊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出身来历和喜怒哀乐的家人或朋友。他们有的是邋遢慵懒的大汉，有的是挑嘴贪食的饕客，还有的经历显赫，曾经是国际媒体的节目主角。照顾这些各路英雄好汉，超乎想象的麻烦，也有超乎想象乐趣。我们前进黑熊基地，巧遇一个黑熊家庭的家庭革命。母熊强迫小熊成长，坚持小熊必须独立生活，于是工作人员得大费周章把小熊迁移到独立笼舍，过程中还得顺道为小熊做个健康检查，发现小熊有牙菌斑之外，其他健康得很。可见这里的生活条件不错，工作人员照顾周全。由于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活得健康快乐，让学者对台湾黑熊的习性有更多了解，一般人也能进一步认识这种神秘巨兽。我们深入黑熊基地，更看见人和熊相处的温馨角落。从台中县东势镇沿着大安溪上行，可以进入台中县唯一的山地乡和平乡。和平乡幅员辽阔，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在境内绵延，大安溪、大甲溪流经相近，旅游胜地梨山、福寿山农场都属和平乡。而乌石溪畔的乌石坑社区名声虽然不是很响亮，但是却有很多人吃过这里生产的美味甜柿。从海拔200公尺到1500公尺的山林，提供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栖息环境，吸引一个低调的研究机构隐身在这个风貌原始自然的地方。在外人很少造访的研究机构里，饲养着台湾最大型的食肉目动物，而且数量还不少。这里就是特有生物中心低海拔试验站的动物饲料准备室。我不能骗你，这里不是五星级饭店的厨房，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准备非常美味的料理给在这边的贵客，总共有大概有10位哦，很多工作要做，时间差不多了，走。王大哥，已经开始工作了，哇，这些熊吃得很早哎。还好啊，平常时间就是这样，一大早就要准备给他。8、9点，现在是吃一餐早餐吗？没有，他一天才吃一餐。哦，熊一天吃一餐是，所以早餐、午餐、晚餐都这个时间吃就对了。对，来看一下。哦，这些就是他们正在准备的吃的东西。苹果、芭乐，这边熊都吃素哦。先准备水果，等一下会准备其他的。哦，这边有食谱啦，看一下好了。礼拜一到礼拜五，番石榴、苹果、柳丁、红萝卜、木瓜、地瓜、蛋、犬料、馒头、玉米、猪肉哦，肉骨。就礼拜六，对，礼拜六有给他吃猪肉跟肉骨。是，我们现在要称柳丁。柳丁在这边，对，它是公克267.4，那大概我们都会称超过。多一点点这样子。对，多一点点给他。好，像200。267。对。这样子。
给他250了哈，再给他一点。哦，再260还可以再多一点点给他。还可以再多一点点。对对对。啊，那剩下不要浪费。哇，这个很甜的啦。哇，好甜哦！哎，这熊吃的好好哦。水果都是很新鲜。嗯。所以这边就是熊的厨房哈，对。那我们的黄大哥其实是他们的中后塞这样，所以熊要吃什么就由黄大哥来做准备。是。一次准备八只熊，这个食物大概花多少时间？哎，半个小时左右。这么快？小喵的，这是小喵的。哎，黄大哥你生病了是不是？感冒。这个是。上礼拜兽医有来帮我们看一只阿柴啊，哎，他有皮肤病哦，对，霉菌感染啊，所以他有留一些药，然后这是感冒药，他有轻微的感冒，打喷嚏，还有霉菌的药，还有他的维他命哦，所以说你不只调配食物，也是要把这放进去。对，等一下木瓜哈，他们最喜欢吃木瓜，啊、所以我会把这个颗粒嘛，这个打开这个就粉的，对，那这两个颗粒可能要磨挖一个洞放个木瓜，它会。整个把它吃进去哦，那个阿柴他会闻，刚开始我上个礼拜开始喂的时候，他会一直闻闻闻，后来他也是受不了饥饿，他还是整口把它吃了。哦，对，所以是味道。有时候其实熊还蛮像小孩子的，小孩子不喜欢吃药，所以说你要。混在跟他给糖果给他吃，然后再给他吃药，这样小时候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很费心的，好像照顾小孩一样的哈。你看，像这个就是，哦，这个比较少，这个也是很小，少少的，少少的，很少的。这个最多是这一份最多，对。这个应该是一只比较胖的熊。它是妈妈，它有带两只小 baby， 哦，已经一岁多的小 baby， 但是它还是跟那个妈妈住在一起，他们要住差不多一岁半左右，因为他们有时候还会吃呢。哦，所以说虽然是一只成熊，可是它这切的比较好像比较细一点，是因为要开，不然他们会打架，打得很凶哦。哦，真的、哦、真的打，真的咬，那太饿了。哦，太饿了。然后讲到饿，我们要赶快动作了，因为我们今天为了拍摄，所以让熊等一下。所以还好熊看不懂手表，不然的话现在他们说，哎、欸，怎么还没有来？这糟糕了，对不对？他们会抗议啊！他们会抗议。无论是接受访谈还是忙着工作，饲育员黄大哥总是带着笑容，感觉上就是一副乐在工作的样子。一年多前，他是个饮料业务员，大概是喜欢动物，来到低海拔试验站照顾黑熊。刚来的时候，最花精神的工作就是准备黑熊的食物，依照兽医的指示，斤斤计较地称食材，分配分量。后来慢慢和熊熟了，了解每只熊的个性和差异，就知道加加减减，琢磨出一套工作模式。有时还会从野外采集植物给黑熊加菜。从他口中听到阿柴该吃药，黑熊家庭为食物内讧，又有谁该加个蛋补充营养，就觉得这里的熊每只都有故事。好，菜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准备去招待他们了，就是小妞、阿里那里考试一下，那里再看看小熊是，然后Bingo 啊，对了，还有黑妞，对，还有阿柴是，还有一只叫做，还有一只叫做什么？还有一只什么？演员，哎，对了，还有卡特，哦，对，还有卡特，好，我们来了，哦，就在这里面，对，就在这里面，哎呦，已经看到了，看到啊，听到铁门他们就知道。好，谢谢。好，这一桶是先给小妞和她的孩子。对。哎呦，久等了，上菜喽！哇，你看，很期待的样子哦。哎，我们可以进去吗？可以。他们餐桌在哪里？把扫地。上面黑板吗？对，可以。上面黑板。对，上面黑板。请问是扫一地来吃？他们打架。哦，好。那这样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是。哎，可是有两只小熊啊。像这种小熊，它多大了？它一岁，因为它是去年一月份生的，所以一岁四个多月了。一岁四个多月。对的。这样就没有办法跟它在一起。没办法跟，因为它妈妈也会在一起。哦。它吃东西有最不喜欢人家来打扰。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会很凶，吃的时候。
我们人类自己兄弟都会打架。我们人类有一句话叫“吃饭皇帝大”嘛，对。熊也了解这句话，我们赶快出去吧，来来来，很急喽，很急喽。如果是要翻译这个熊的语言的话，他一直喊着“快点，快点，我饿死了，快点，你在干嘛、啊？快点啊，好饿了。”听得出来，他那很期待的那种感觉。好，来喽，吃饭喽。哇！这样吃得很快。对啊，黄大哥，像你刚说的没错，你这样分开来放是对的哈、哦。对对，不然他会打架，为了吃东西。他们柳丁会吃得很干净。柳丁会吃很干净。对，剩下皮跟我们人吃的也差不多。这也是你观察到的。对，观察到。那你因为你说黄大哥是一年前来这边服务的嘛？是。一年前的时候，这三只就关在一起了嘛？对，关在一起了。就是小妞，然后。另外两只叫什么？500跟800的，是800是下巴有点白的嘛？对，所以叫800。500是下巴没有白，下巴没有白。500没有白，然后叫500。那每只其实吃相不太一样，它就是看到东西很多，它很急，所以那边吃一口，然后那边吃一口，怕说你吃木瓜吃完了，其他东西都没有。熊有不同的个性吗？有不同的个性。像这三只，你可以说出它们个性是什么样吗？像500的话哈。比较跟妈妈比较亲啊，他的个性比较像妈妈，比较温和。嗯，啊、那一只800下巴白，那只800、嗯、像爸爸。嗯，他像爸爸比较急，比较活泼，比较勇敢，比较大胆。哦，他可以去尝试不一样的，像他爬栏杆可以这样爬到上面去掉来掉去。嗯，可是500就比较不会，800吃的速度很快。啊，那500的话，他慢慢跟妈妈一样慢慢吃，慢慢吃。嗯，所以他800哈比较胖。你看体型啊，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可是用秤啊，那一只800就比500重了3公斤。你看，那只是800，对不对？对。它第一个吃到上面去了，你看，其他妈妈跟500都还在下面慢慢吃，800已经冲到上面去了。两只小熊的个性不同，成长速率也不同。野外的黑熊一胎生1到3只小熊，如果食物不够充足，母熊往往会放弃体型较小、活动力较差的小熊。还好在这里没有食物来源问题，500和800都能顺利存活。这是我们在试验站里认识的第一个黑熊家庭。其实整个试验站里的黑熊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从小妞一家三口开始，我们会慢慢认识这个大家庭。小妞她会照顾这个小熊到什么时候？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吃奶是吃到1岁半左右。嗯，那现在已经1年4个多月了。嗯，可能我们最近我要做一个隔离的动作。嗯，哎，因为他现在母熊哈，3到8月哈是发情期，所以他的脾气比较不稳定。他有时候哈发情起来的话，他可能会伤害他的小孩。嗯，前几天也是啊，他会打他的小孩。就像教训小孩一样，一巴掌过去这样子，再打他，扇他一巴掌这样，很大力这样子，会吼叫，在那个办公室都听得到，所以我们最近可能会做一个隔离的动作，那这三只全部把它做隔离，就是让小熊自己住了，是，就是不跟妈妈住一起了，是。和500的妈妈小妞是试验站里第一只成功繁殖的黑熊，父母亲是我们还没见到面的公黑熊卡特和母黑熊黑妞。从小在圈养环境里长大的小妞还是具有野外同类的习性。野外的台湾黑熊除了交配和母熊育幼之外，它们向来是独来独往。母熊大约在6月到8月发情，12月到隔年2月间生产。小熊长到1岁半的时候，差不多又是母熊该发情的6月到8月间，这时候母熊会驱赶小熊让它们独立，母熊则准备进入另一个生产周期。野外的小熊在1岁半的时候多半具有自己觅食的能力，妈妈赶它们离开家庭，它们也乐于成全妈妈，好让族群枝繁叶茂，自己也会有更多弟弟妹妹。不过在试验站它们走不了，还得靠工作人员协助才能独立。我们才刚认识这个黑熊家庭，他们就得在物种本性的驱使下各奔东西。
五百和八百不知道会不会因为即将离开妈妈而伤感。农委会所属的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依生态和环境因素不同，在全省高中低海拔设置试验站，工作野生动植物的培育、繁殖、复育、长期监测、种源保存等野外试验研究场所。其中低海拔试验站位于台中县和平乡，试验用地380多公顷，包括天然林大约275公顷。这只是卡特，是不是？卡特，哎，卡特，我们来喂你喽！哇，它有好多口水啊！它看到食物，自然而然的，它就会被引导。哎，黄大哥，那这只卡特是公的还是母的呢？公的，是公的，是。它就是隔壁小妞的爸爸。哦，它是小妞的爸爸，八百五百的爷爷。哦，那他几岁了呢？也是十几岁了。十几岁。对。卡特，哎，这边，这边。那个这次卡特他吃东西的时候用爆的，他是用爆的，对对 对。因为我们要从那边把营用到这边来吃嘛，所以就特别把地瓜放这边。哇，那个手这看得很仔细，他这抓住的地瓜，他那个指甲是非常非常长的，握得很紧哦。所以他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人不要靠近他。对对，他会发脾气。而且他这个手其实伸出来是可以伸很长的。是是。那现在我们是要在这边喂他，就是我们要把食物放到那里面去，放在里面，然后把里面清干净。啊，等于说把他用餐的地方清理干净。清干净。这个就是卡特的大便。这还是最大的，那才是最大的。哦，真的吗？那这些是要刷干净的。对，等一下会冲水。那我要把上面刮一刮好。我没有刷过那个熊的粪便。有很多那个木瓜籽。没有消化，还有很多地瓜，地瓜完全没有消化。红萝卜有一些，刚好这次不吃玉米，卡特不吃玉米。我们试过哈，我们把玉米整个把它剥掉，它也不吃，整个把它切一切，它也不吃，就是很奇怪。它也会挑食，它会挑食啊。所以这里面哈，就是这几年玉米。所以卡特很聪明，它不吃玉米，因为它如果吃玉米的话，现在就有很多玉米在这里面。这是卡特睡觉的地方的，是。那这边是他用餐的地方，用餐的地方，他活动的地方。我们平常旁边那个活动场哦，是给小熊，那两只八百五百和他妈妈活动用的。所以大只的平常是吃东西的时候也才把它放出去。哦。引诱他到那边，我们一次可以清两只，然后再把它刷一刷。平常就有在刷了。对，那它有点舒服干净的。环境的地方。熊还蛮爱干净的，哎，公的比较不爱干净，母的比较爱干净。哇，这里也是有差别，有差别。熊也是跟人一样哈，母的爱干净，对，公的不爱干净。爱干净。来，酒后多食了，卡特。卡特在吃，你看。等一下，如果说他吃饱了，他要喝水啊，他是用手掌这样子把水这样盘起来，盘起来喝。对，其他熊是整个头埋在他的水池里面喝，他不是，他是整个这样子手掌这样子喝，很特别。在喝水，真的，洪大哥没有骗人。而且我们站在那边看他这个喝水这个姿势，用手去捞这个，用熊掌去捞这个水来喝，已经至少超过快10分钟了。差不多。他会这样喝多久？喝到他认为满意为止，一直喝下去。每次我经过他都在喝水，因为他喝是喝一点点的，所以他就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哦，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品种，就是这只卡特。那上面那只是
八百嘛，八百，对，八百，他从刚刚他阿公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在上面不断的换姿势，一直观察他的阿公，因为他想吃，他想吃，他想吃，他也不会发出什么怪叫声哦，他还蛮敬老尊贤的。从这个地方正好观察到八百前面这个 B 字形哦，是，好像那个我们大学毕业生，你知道会穿那种衣服，毕业衣哦，漂亮的学士服，那个 B 字形很像。胸前有一道漂亮的新月形白毛，不是台湾黑熊独有的特征，分布地区从日本、中国到巴基斯坦的亚洲黑熊都有这一道白斑，所以又称为月熊。而台湾黑熊则是亚洲黑熊在台湾的特有亚种。卡特是这里最懂得享受食物的一位，动作悠然缓慢。黄大哥刚到这里工作，一次不小心忘了放下隔离栅栏，幸好卡特动作慢，黄大哥还来得及补救。除了卡特，这里还有一只慢熊。太胖了。很怕他，很怕，因为他活动不方便。对，他后脚少了一只，这就是被猎人用捕兽夹捕获到，然后送到我们的急救站。那为了让他不会影响他的生存，所以把它截肢。哦，这一只就是我们当初有说，是等于是这个特生这边最元老级的，对对对，就首只小熊，是不是？是。哦，这只就是小熊，这是小熊，它看起来是比较像胖熊。为什么会这么胖呢？他可能吃下去了，那不方便活动，所以就没有运动，所以跟人一样，没有运动就变得慢慢胖。然后他还有两次的记录了。什么记录？不好的记录。不好的记录？什么不好的记录？假怀孕。我们当初那发情期给他配对之后，他是跟哪只配的？就是第二次是跟阿里。那我们发现他食量有增加，对，他可能有怀孕的迹象、啊、所以我们的食量就慢慢的增加，我们增加了50%或是。哇，对，等于他多吃了这么多就是了。对对对，假怀孕跟真怀孕其实初期我们看不出来。那你刚刚说他有两次的不好经验，就是他两次都是诈骗假怀孕这样子，就是，所以熊里面也有诈骗集团，就是小熊没有怀孕，就反而多吃了。对，然后他行动又不方便，对，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发胖这样。蛮漂亮的。他现在大概几岁了？13-14岁左右，在熊里面应该算是已经是中年了，中年以上了。对，中年了。所以可能新陈代谢也开始变慢了。对。一般来说，台湾黑熊可以活到20-30岁，这样看来小熊其实还不算老，但是它的动作比卡特更慢。黄大哥运气不错，另一次疏忽就发生在小熊的兽栏里，也同样逃过一劫。小熊的隔壁邻居则是试验站里体型最大的阿才，体重达到150公斤，最近有点皮肤上的小毛病，食物里就得加点特别的配料，还好不必外敷药膏，黄大哥松了一口气。虽然一年多的相处，每只熊的脾气有什么怪癖他都清清楚楚，但是帮黑熊敷药，黄大哥自认还没到达那种境界。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为了保存高海拔地区珍稀物种典藏标本，在花莲县秀林乡和南投县仁爱乡交界的合欢北峰下小峰口停车场设置高海拔试验站，总面积260公顷，海拔2800到3422公尺之间，具有高山森林和高山草原的代表性生态体系。哇，阿里这一只是饮食比较特别，它有一颗 蛋，对，因为它是壮年，是不是？青少年，所以要补充蛋白质。哦，那跟狗一样。它会怎么吃蛋？等一下我们看吧。好，我们把它放在最明显的地方。放在这边。好，这样子。对。那其他食物就把还是一样照常放。对，放进去。最壮的，这一只是最壮的。好，现在我们最好奇是到底阿里会怎么吃这一个蛋。那我们八道熊的那个餐里面呢，只有两只是有蛋，因为他们青少年要补充多点蛋白质。是。那这个蛋呢，它不是水煮蛋，它是生的蛋。那黄大哥说他卖个关子，我们来看他到底怎么吃。
他看到飞机就知道。对啊，他不想让你看到，真的。哇，吃光了。对，他喝的水就是这样脏的，每天都是这样脏，就是他会把它坐上去，然后喘气，然后泡水这样。哦，还有，很多人可能想说鸡蛋是一口把它吞进去，或是把它打在地上舔一舔，就不是，它是用爪子把它抠一个洞，然后再把它吸干净，很秀气，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像我们以前印象中，卡通影片里面那个熊吃那个蜂蜜有没有，就把整个蜂窝这样打破，然后这样舔，跟它吃这个鸡蛋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点蛮像的。他吃那个蜂蜜的，还有吃那个蚂蚁的草，他每次打破，他慢慢舔。我没有试过。他喜欢躺在里面吃东西，是不是？对，泡一泡来吃。因为他到里面哈，他乱跑，很喘。所以他进来第一个动作，如果说夏天的话，他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跳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个水，屁股然后泡一泡这样子。然后喘口气，再慢慢吃。怪不得他那个饮水的池里面的水都是脏兮兮，因为我们刚才帮他清洗之后，就觉得为什么里面脏兮兮的。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每一只熊它都有一个来历嘛，是。像阿里也是，这边我们好像要介绍另外一位，也是。是我的同事。同事是。胡先生。胡大哥你好，你好。哦，胡大哥本身就是虎背熊腰的。那胡大哥，像阿里它的来历是怎么样的？这只熊它本身是，它小时候就是被那个兽夹，它的脚被兽夹夹到。啊，看不出来是哪一只、啊？在后脚，那脚趾带一点点而已。但是后来送到我们中心的急救站，然后做了短暂治疗之后，就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就从小就跟他养。现在大概4岁左右。卡特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是跟小妞算配对嘛？也算是岳父了。所以小妞就是那个卡特的小孩。哦。这一只阿里，它好像跟小牛长得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小牛的鼻子好像比较长一点。对，那这只熊是在屏东的山上被猎人抓到，有被那个兽夹夹到，所以说它本身是野生的，所以说是台湾黑熊是没错了。是纯台湾的，它是纯台湾黑熊。纯台湾黑熊。那提到说纯台湾黑熊，像我们如果跟小牛比较的话，小牛也是黑熊。对。那它是属于什么样的黑熊呢？小妞，它的那个 DNA 鉴定出来跟我们台湾黑熊、纯台湾熊有一些不一样。那所以说每一只送到特森这边来的这个黑熊，我们都会做一个 DNA 的比对，那了解它的血统到底是什么样的黑熊这样子。对。我们刚刚在那边访问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收音到，可一直听到隔壁有一只黑熊一直在哀嚎，好像肚子饿的感觉。Bingo， 肚子饿了。Bingo， 它有它的故事吗？对呀、啊，有。我们先去看看好了，好吧 ？Bingo 的。Bingo 和小妞都是卡特和黑妞所生，是八白和五白的阿姨。民国94年在低海拔试验站出生，出生不久，黄美秀老师和特有生物中心一起推动黑熊野放计划，让 Bingo 和姐妹 Happy 接受训练，时机成熟时准备放回野外。之后由于无法确认 Bingo 和 Happy 是否为纯正的台湾黑熊，计划终止。Happy 意外死亡， Bingo 又回到兽笼里来。这个题材被国家地理频道拍摄成电视节目，全球播出。由于长时间接受训练， Bingo 精力充沛，比较不怕人。Bingo 的经历特殊，住在隔壁的晚辈八白、五白一个月后将要移笼，对他们来说也将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台湾黑熊属食肉目动物，却是荤素不忌，甚至食物中素食的比例远高于肉食。黑熊的食物类别繁杂，包括各种植物的芽、叶、茎、根、果实，以及菇类、昆虫、虾、蟹、鱼类、哺乳类。
他们还会挖掘蚁窝和蜂巢。此外，黑熊也随季节变换移动活动区域，改变主食内容，有什么吃什么，是觅食的机会主义者。大哥，像我们现在啊，这个装备这样就够了。没有，还要等那个麻醉师来。还要等麻醉师来？那个麻醉机还得要麻醉师。这几天天气都这么好吗？也对。哇，今天感觉上突然这样放晴。可是我们不是要出去这个打高尔夫球，我们是有个重要的任务，是不是？对对，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把我们有两只小熊，现在已经大概一岁半了。然后因为现在母熊是正发情期嘛，比较暴躁，然后经常会打小熊，必须要把那两只小熊跟母熊隔离，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要让他们独立，自己生活，在野外就是他们那个母熊会驱离那个小熊，母熊开始发情，对，我看你好像也是大阵仗，这是做什么用的？这个是因为熊的体型比较大，那麻醉以后身体软软的，不好去。把它搬运，那用这个来做，因为它那个搬运的那个架子有这个防护器具，那我们有记录的东西，还有一个是工具箱，里面装什么呢？麻醉的用品嘛，针头啦，针管啦，里面有一些测量的，这是要测量什么？就测量它的头啊、头尾啊、尾啊，这样的那个记录的颈部的那一些长度啊什么的，这是麻醉，这是针头，这么长，对，就是大只。我们今天小熊就是可能用这条，就是用小。啊，这是小熊的。对。为什么针头后面还有羽毛哦？那个是稳定它。那这种针管是配合那个麻醉枪。哦。麻醉枪就在我这边。对对对。哇，很重哎，很沉的感觉这边哈。哦，它是这样的，这个枪管。那我们麻醉剂就是从这边。先弄进去，先把它弄进去，然后就装好，装好，这样就可以。可以吃这个红外线的那个。这是红外线，红外线是这个，这个是瞄准器。有红外线的原因是，因为它我们这个距离不是很远嘛，就是我们都是近距离。然后我们这个都已经之前都已经设定了，是都已经校正过了，所以说。这个红外线打哪里，瞄哪里就可以打哪里。小熊的话，我们不能太用力啊，就是射击力道不能太强，伤到它。那有时候如果小熊它太近，也有可能用吹箭。那我们今天有准备吹箭吗？吹箭有。好，那看过这些用具就知道，我们今天工作其实还蛮重要的。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位兽医会来，我们要跟他会合，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过去那边等他。拜拜，五百，恭喜哦！今天要搬新家哦。我看他来，看洪大哥来就更那个熟悉哈。他们还没有吃过。洪大哥也知道他们今天搬新家了嘛？知道。今天以后，他们就有自己的房间了。对对。长大成人就不能那么调皮了，要长大了，妈妈不能再管他们了。因为要麻醉，所以说不能喂。下午醒的时候再喂。就跟人一样，有时候要进行手术之前，麻醉针就是就不能吃东西，禁食的，对不对？其实黄大哥一早就准备好八百和五百的食物，只是这一次食物分成两份，不再是一家三口混在一起。麻醉之前，黄大哥安抚小熊，他知道小熊搬家不是轻松的事，八百五百得接受出生之后的第二次麻醉，过程中活泼好动的小熊得受点罪。麻醉之前，黄大哥为小熊打扫新家，心情既高兴又不舍，感觉就像要把宝贝女儿嫁掉的爸爸一样。好像兽医师来了，是不是？对，兽医师您来了。你好。东西还是蛮多的。贝尔不用了。贝尔不用的。那这一次两位兽医师的那个工作的内容是包括什么呢？主要就是先帮他麻醉过后，然后
再抽血，那我们抽了血之后会再去拿去做检验这样子。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程序吗？熊的话就是要注意到人的安全为优先的、啊。麻醉的话就是在麻醉前期的话，我们会注意到说，哎、欸，他要给他空腹。那、啊、再来就是麻醉的过程，需要尽量不要干扰环境下，让他很平稳的状态下去麻醉这样子。那我们这次也带了很多用具来，那你们这边好像也带了两箱，是什么东西啊？可以看一下。可以啊。这是什么？这蛮重的。这个是什么？这边主要是麻醉用的东西。啊。对，所以有计算机，因为我们要算麻醉药。然后有麻醉剂，这个是等一下要抽血要用的。然后这是你可能会需要稀释药品。这边也是很多哎、欸。这边是药品。哇，好多哦。眼药水啊。两位年轻的兽医师来自特生中心的野生动物急救站，麻醉之前准备充分，还会和饲育员黄大哥、胡大哥讨论两只小熊的个性，再决定麻醉方式。讨论之后，决定出动麻醉枪，先从个性比较温吞的吴白下手。不过兽医告诉我们，小熊很难麻醉，他们不怕枪离栅栏太近，容易受铁栏杆影响，不容易瞄准。连温吞的吴白都花了不少功夫。行了，一直动来动去。行了，行了。果然，我射进去了。果然进去了。我给你。有一个。原来。应该是有一道，因为他在痛。那现在看，五百的样子，兽医是说应该是有麻醉的效果，但是要5到10分钟才能确定。那因为在这个打麻醉针的时候呢，其实野生动物它会动来动去的，刚刚大家也看见，所以不是很好找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又要顾虑安全性，所以刚胡大哥也是瞄了很久，不知道是力量太大，还是说碰到旁边就针管而且裂掉了，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说这整个药剂是不是整个有注入进去，那我们要等5到10分钟才能知道这个效果如何。你看他倒了，他晕了。看看说五百已经有点昏昏沉沉的样子，其实我们都很期待说他是可以这一次就成功，因为毕竟打麻醉针还是会痛嘛，连小孩子打麻醉针会哭，所以我们也不希望他再受一次苦，所以看样子他这应该是有在发挥这个麻醉药的效果。拜，乖乖睡觉哦，比较没有像刚来那么活泼跳动。吴大哥是觉得说刚在射这个麻醉针的时候，有可能是撞到旁边的栏杆。所以他没有完全把这个麻醉剂注射进去，就已经裂掉了，所以可能剂量会不够。那现在我们兽医在商量，是不是要再注射第二针，对不对？因为已经5分钟过了，他这样还算是蛮活泼的。麻醉枪失败之后，由于伍佰已经对枪产生戒心，兽医师决定改用吹箭。这是近距离麻醉的利器，黄美秀老师在野外研究黑熊的时候，就是利用吹箭麻醉掉入研究陷阱里的黑熊。小熊吴白有点无辜，不知道今天招谁惹谁，饭没得吃也就罢了，无缘无故还得挨针。由于国内动物园的黑熊有高龄化倾向，台北市立动物园和高雄寿山动物园合作，由台北提供公熊，高雄提供母熊进行复育繁殖。1997年3月，母熊成功产下小熊，目前已满3个月。园方近期将举行命名活动。吴白，旁边来，你想那个？吴白，吴白，说。角度其实不是很好测，角度不好测。那你要什么样角度？没，没力气耶。
没有，哇，头晕，还贴出来，不够用力，它是，对，它力高出来，不要不要，那一次不要用。那第二次用这个吹剑的方式又算是失败，因为角度实在很难瞧。那五百呢，他第一次已经有一点麻醉的昏昏沉沉的，可是就要瞧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啊，真的是蛮困难的。现在才发现这个过程呢，其实需要很多耐心跟时间。那像我们兽医他们在准备第三支针啊，希望这次可以成功。那个涂医生还有胡大哥看的那个剩下那边那个针筒，他们说已经这一次就算是成功了，所以可能过一会五百就会昏昏沉沉想要睡觉了。来，来，五百，来，来，下来，快。五百，来哦！木瓜，预防一下，不要掉下来。黄大哥，你现在想要做什么来？他呢受伤，所以先预防，门先打开。哦，门先，门先不要，锁先打开。哦，他如果掉下来，可以赶快进去，对对，帮忙他是。他现在已经。来。五百，好好好好好，那个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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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五百，来，来，不行，来，来。放手，放手。刚，刚练成功了。爪子上将。人高了，你会看我把上去。好，来。转，然后它是弹了两个地方，两个地方。放到里面。等一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来，涂医师，跟上，来，跟上，来，等一下，跟上，应该是安全。我对。哇，好险！我其实感谢他，刚才上面已经昏睡，然后往下掉了。我们现在称重是不是？对，称重，称他麻醉的时候，18.38，38.38，在40左右在跳动。那待会还要扣掉这个整个绳网的这个重量。好，现在整个已经睡着了。要野生动物配合演出，真是很困难。好不容易才把它麻醉，偏偏醉倒的不是地方。黄大哥等人怕它掉下来的紧张样子，就知道这些人对小熊的关爱之情。抽血之后做简单的身体检查，发现五百很健康，就是有一点牙菌斑，看来口腔卫生习惯有待改善。稍后麻醉的八百连牙菌斑都没有，果然个性勤快机灵，卫生习惯好一些。麻醉后的小熊要把舌头拉出来，免得咬到，然后就像喜宴上被灌醉的新郎一样被扛入新房。现在五百要搬新家了，我们现在把他运到他新家去了。五百，搬新家喽！是哪一间？哦，这一间，第一间的。五百先睡，所以先选。上面还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对，这样。这是给他右侧睡着。对对，他的左边是心脏比较鬼压迫到，然后。
送入新房的小熊大约30分钟后就会醒来，到时候他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住家，也许没有原来的空间宽敞，但那是他的专属空间。没有了妈妈和兄弟，成为一只独来独往真正的台湾黑熊。至于八白这只活泼好动的小熊，又费了工作人员好大一番精神才就范，从今以后他们都将独自生活，但是有一个人还会一直陪着他们，饲育员黄大哥会是他们长相左右的朋友、玩伴和家人。在低海拔试验站记录的这段时间，我发现黄大哥是真心喜欢这些毛茸茸、性情不容易掌握的大朋友。他了解黑熊基地里每一只黑熊的性格、癖好，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这些独来独往的大家伙乖乖的吃饭睡觉，健健康康，不闹脾气。不用说，黑熊看到他一定也很高兴、很安心。这张素描就是我的观察和推测。我想，黑熊如果能灵活操控自己的熊掌、熊指，看到黄大哥，一定会竖起拇指，说声"有你真好"。